80% 电力瘫痪，由其他副厂补给。就发电厂。香港全城陷入黑暗世界。究竟是谁决定上四楼？黑烟这么大，不正常啊！把门撬开。我听到楼上有人声，上去，出事一起扛。我们只希望能救一个，是一个。全城危机，生死一瞬间。我很清楚指令，也明白做消防员不应该一命换一命。谁说上去的？真那么重要吗？放过来！不要动！坚持住！我没做过这个决定。非要这个究竟，就说是我了。解不开的心结如浓烟包围。今天发生这么多事，你叫我怎么信你？谢霆锋、余文乐、胡军。救火英雄就在星卫 HD 电影台。